的话，比如说我要转型，把它转成整数的时候，哎，奇怪，发现不能转的话，它就会跳到 catch， 然后呢，你就把它怎么样，把这个 catch 部分呢，放一个 count， 一个计数器，好，那这个计数器就加加，一直加，反复加，加完之后的话，就知道说，哎，总共有三个 catch 到，所以三个就是非数字。那如果有一个就会跳出什么呢？就跳到那个加的部分，那把它也是一样做个计数器就可以判断出来。所以这一题的话，首先应该该怎么做？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传参数。那当然考试的时候是用 Eclipse， 所以啊 Eclipse 里面传参数记得就按右键，你建立一个 class 之后按右键内容，右键内容之后的话，这边有个配置啊，那你就选这个配置按编辑一下，编辑里面传参数在这里 argument， argument 里面就有了。那假如说我今天输入几个参数，记得中间加空白。假如我输入跟题目一样CSFITE89，然后一个日期 ，OK， 按个确定就可以。这个是我要传递，所以如果你在 DOS 底下是直接 Java， 然后空一格，直接去那个 class 名称，然后再传参数。可是呢，如果在 Eclipse 里面的话呢，记得按右键内容，然后呢去编辑配置一下，就可以传递参数了。那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个参数丢到哪边呢？特别注意丢到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方法 main 方法里面有没有？这个 main 的方法它会丢过来是一个 string 的一个什么的字串。那这个 arg 其实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字串的阵列，也就是刚刚的部分，然后切，它用空白部分切，所以会有四个部分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应该是这一题106 OK，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？那其实特别注意就是 try catch 部分。那 try catch 最重要应该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加总。加总的话就是说我要进来的东西 arg 进来的东西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如果我把它强制转型一下，不是强制，我把它转型 integer 点 value of， 我把哪一个 arg i， 那 i 的话就是说有几个我们可以跑回圈，那基本上阵列的话呢，就是它预设值从零到什么 arg 的长度，总共有几个嘛？总共这边有四嘛，对哈？所以基本上它会从零一直跑一二三，然后到四的时候就跳离了哈，然后加，那分别的话呢转型，如果第一个进来的 CSF， 那 CSF 能不能转成整数呢？不行，所以不行的话怎么样呢？就会移到什么呢？移到这个地方 catch。抓到之后的话，这边有一个 K 加加，那就是加，等于是如果是数值，如果是非数值的话，就会跳到这边。那第二个的话是 ITE 也不会，所以这个 K 再加，等于是变成 K 等于2了嘛，然后呢，第三个89有没有进来之后的话呢，那就是把这个值加给8，所以 sum 的话是